各位北极星说故事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了说故事的时间。这个礼拜要说一个有关于部队最头痛的事情——高装检查，尤其是有关于 M151 系列的四分之一 T 吉普车，那是最老旧，可是却是有使用最频繁的一种装备。每到了高装检，这些车辆是一件非常难处理的问题，因为它的妥善率就是能够使用，它必须要求的非常高。但是呢，偏偏它的料件又非常的匮乏，所以每到了高装检，各单位的主官都为了这种车辆在伤脑筋。但是呢，天不从人愿，料件通常都不足。我们就从很多的管道获得一些料件，但是有一些关键的料件，就像化油器啊，就像一些重要的活塞环等，这些东西就是很难取得。所以我们当主官的就会到处去调界，看看有没有单位高装检查检查完毕了，能够取得相关的料件，等到检查完了以后再还它就是了。但是呢，因为上级查得非常严格，无论是多余的料件，无论是突然间变出来的料件，都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，而且这比车辆不会动处分还严重。所以我就到处求救，到了还有两天要高装检，突然间晚上我接到一通电话，电话一来，他说：“哎，连长，你缺化油器是不是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我说：“除了缺化油器，我还缺蛮多料件的，希望你可以借我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问题，明天晚上傍晚会有一部吉普车开到你们营区，你就看到那部吉普车，它的末号的编号是99，最后两号是99，停到你车厂附近，那台就是我借你的。你们缺什么料件，你们尽量拆用，你自己要拿取。但是拿完之后，请把我的车藏好，免得就变成多余料件。”我们就心里想：哇，太棒了，终于有救星了。我说：“还没有，请问你是？”电话就挂断了，连市长这个学长是谁我都不知道啊。反正我说没关系，既然有送上门来的料件，哪有不收的道理？因此啊，第二天下午5点，哎，果然有一部吉普车，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，就停在我们的高装检的受检的场地。这部吉普车说旧不旧，说新不新，但是呢，看起来它的所有的零件都是完备的，什么东西都有，连通信机都有。那这时候我就跟我的驾驶讲，我说：“哎，你缺的化油器去拿，去那台末号99的车去拿。我拿了以后，等到检查完毕，记得还人家就是了。”这个连说，传令说：“不行啊，不能偷人家东西，被查到会被罚办。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我已经讲好了，我已经讲好了，我就会跟他来做调戒，你拿了记得还他就是了。”这个时候，弟兄，我这个船里就很可爱，就大拉拉的去把引擎盖打开，就开始拆。好，拆下来之后，旁边其他各单位的驾驶都来说：“哎，这是谁的车啊？”我们连长跟人家借的。哇，这可神了，连长借了一部车来给我们拆啊！所以各单位的驾驶都说：“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。”瞬间，这台车子的引擎盖里面几乎被拆空了。但是我们驾驶说：“记得都要还啊，这是我们跟人家借的，都要还。”等到拆完之后，我到了车厂去看他们在做准备的时候，吓了我一大跳，整台车除了外壳之外几乎被拆光了。我说：“哎，小朋友，来来来，集合一下，这台车不能停在这里，把它推到后面去藏起来啊，如果藏不好变多余料件，我们就完蛋啊。”所以他们就把它推到我们这个二级厂的后面一个杂草堆，把它放到后面，还用杂草把它盖起来。第三天高装检结束了，果然我们单位的高装检成绩不错，因为我们的轮车啊料件几乎没有缺，所有的车辆都堪用，让长官对我们非常的放心，我们也非常开心。等下结束之后，等到长官送走了，傍晚我就把这些驾驶集合起来，我说：“哎，有跟我借料件的，赶快拆来还给我哈，赶快拆来还给我，不然人家会来要。”啊，那其实大多数的弟兄也非常的老实，也很诚实，就拆了就还给我们。我就把它整理一下，放到一个盒子里，我就跟我传令说：“哎，赶快帮人家把车辆给装上去啊！你不装上去的话，到时候人家车辆怎么开走啊？”啊，那我们的团说：“好，没问题。”他们就到后山去找这辆车，翻遍了找不到。我们记得，我们就明明藏在草堆里面，打开所有的草，没有，没有车子，没有车子，这台车辆消失不见了，就这样子不见了。那但是我们这一村料件怎么办呢？我要送给谁呢？而且我心里开始担心，万一这台车被查到了，我不就变失常料件？本来高装检的分数很高分，因为失常料件我可能会被记过。那我就说不行，要找。
就找的是我弟兄，到处去找这辆车，翻遍了整个营区，找不到，找不到就是找不到。好，还到了晚上，我就心里想，糟了，这货闯大了，这一大箱料件怎么办？这有一大箱料件呢，我要怎么还给他？好，到了晚上大概12点多，我正在思考的时候，想想不管了，先睡觉吧，再累还是要先休息。我躺上床一睡觉，一躺上去电话就响，我赶快起来接，我说喂，好，连长啊，恭喜你啊，高王检结束了，记得料件要还我。我说包兄，我要怎么还？这车子不见了，我说我还需要包兄，我怎么赔你啊？车子不见了，车子我找不到了。哎，这个学长说没有，车子我找人去把它抬回来了，我怕你被抓到哈，我找人去把它抬回来了，车子我也拿回来了，你记得把料件还我就是了。我说我料件要怎么还？他说没关系，你就把它连上，你就放在连上，我会去收。啊，我莫名其妙，心想哦还好，原来不是被长官查到，是他自己开走了啊，把他抬走了。我就把料件就放在连长室的门口一个盒子里，用个锁把上锁锁住哦，那个锁的是用对号锁，那个锁的号码只有我知道，我把它锁起来。到了隔天。我就跟传令讲说，哎，这个箱子有人要的话，跟连长讲，我要亲自还给人家，还要谢谢人家。那传令说，那里面是什么？我说里面是很多料件，有传动轴啊，有化油器啊，有什么俗称便当盒的，这都有，什么都有。那传令说，报亮，我看不像哎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抬起来很轻啊。我说怎么很轻？很重哎，那里面好多料件，很重哎。我看到人家亲自一个一个放进去上锁的，报亮很轻，真的很轻。我就不相信，我就过去抬一抬，哎，果然好轻，里面跟空的一样。我说不对，会被偷走了。我就赶快，锁头只有我知道号码，我把它打开，一打开，顿时吓了我一跳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什么料件都没有，是一团灰烬，就是像纸钱啊、香啊烧完的灰烬。哦，让我感到一阵头皮发麻。我就发现恐怕有人在帮助我了，那我就不管他，我就向这个天空做个揖，感谢上天帮我，谢谢学长，我就把这个箱子收起来了。当天晚上12点多，我一躺到床上电话又响，我赶快来接。哎，我说喂你好，我连长啊，老弟谢谢你，料件我都收回来了，记得以后要贯彻补保程序，不要再到了高装检前临时抱佛脚了，这次我能救你，我救不了你一辈子，所以你的补保程序、补保作业要落实，否则一次救你叫幸运，两次救你叫赚到，没有第三次。最主要是阴魂学长帮你一次，不会帮你第二次。但是毕竟我遇到了好朋友，我遇到了好兄弟，我遇到了好长官，他从明明的别度的空间，其他的空间来协助了，来帮助我，所以我也很感谢。谁说鬼子会害人呢？这个鬼。不就是来帮助我的吗？今天的故事说到这边，也希望大家如果好听，如果觉得故事不错，别忘了帮我按订阅哦。